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在天启的所作所为吗？我心里只有一个人，他聪慧、美丽、温柔。我为了他，我可以不顾一切。朕要你做我的君后，做我大朝的君后。你跟我走，我不会让你嫁给大朝的皇帝的。在朕和他之前，你会选谁？ 站在他身后的，只能是君王。也许只有成为真正的帝王，才能够配得上他。此战，我必诛杀他。你究竟还有多少事在瞒着朕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些事，朕 不得不这么做。于修明，我恨你。白露，你想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回到阿惹和亲的前一晚。如果那个时候你答应我，让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能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如果可以，朕也想陪你一起，真的重来，那样你就不会再这么恨朕。